公视新闻每年都会推出一系列精彩的宝贝海洋专题，而今年更是特别跟台师大生命科学系合作，共同推广生态科普教育。未来将会不定期的透过独家追踪报道，呈现台师大学者的重大研究发现。而台师大的校长张国恩跟公视总经理冯贤贤今年也共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